Welcome back to EmRatThich channel,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. The video has the subtitle. Please turn on caption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. Oh.形成相持，感觉林高远好像还是在体能上或者这种精力上啊，有一些影响，没有完全的调动开，整个人现在显得相对有一些沉闷。 三胜的赛制确实节奏会比较快，所以一定要在7比5。这个球。 赛的进程啊，两个人是否会有更好的发挥？刚刚也说到了，在。 现在林高远很多的球呢，也没有选择去提速，也没有选择去加质量，而是有一些轻微的过渡啊，反而是让于子阳稍微有一点对不上节奏。 两个人形成了快速的相持，这一分的质量啊，也是我个人觉得开局后两个人这种第一个。 这个逆前来看非常的高。 于子阳反手去变直线，这个线路也比较奏效，而且这个球你们看变的角度非常的开，4比4。
确实现在林高远线这样的线路。这种相持段啊，有一些争夺。前三板的这种上手质量并没有特别的高，几乎都是在形成相持后双方在找机会。形成正手的对拉之后，我们看这一分林高远在落点上啊，逐渐的去压到于子阳的追身位，9-6，发球直接得分。出现一些状态上的提升。双方形成快速的相持后，我们看这个时候林高远依旧啊是守住了中近台的位置。这个球其实我们可以看，于子阳只要是不是把落点啊变到超出林高远的范围啊，形成这种暂停回来后的一分呢，也是主动啊寻求了一个。连续的两分都是从林高远的正手位来突破，可能不是特别的舒服。连续的控短之后形成反手的相持，主动的变开直线。这个对于子阳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机会球。应该是有比较明显的反应。
一分在接发球的过程当中呢，于锦阳是拧得非常的坚决，形成到了相持段之后，我们看林高远是连续的强压到反手位大角度，然后有一个机会啊撕开大角度。哇，好球！这板小三角的正手啊，控得非常的好，破。再回到反手位，确实从这种场上的一些细微动作上来看，感觉林高远这个右腿啊，的确是有一些衔接。这个时候一旦啊，可能比如说右腿啊，包括身体有某一部分有反应的时候呢，就会显得更加的明显。确实，近期的比赛压力，亚运会啊，紧接着又是有兰州的 WTT 的赛事，停。或者是在局间的时候是可能要申请让队医来处理一下腿部的情况，没有给到现场具体的这种状况啊，还是来等待一下。也是接连的参加了几站的大赛，这种大赛首先 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.com
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.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